天津劝业场大楼已经矗立了九十六年，是民国年间中国北方最大的 mall， 是天津的城市地标。人们叫它天津之眼。这幢位于市中心的欧式风格建筑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繁华和高端的代名词。民国时劝业场有八大天，不过在我们的记忆中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是劝业场最绚烂的时刻。那时的劝业场大约可以满足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全部向往。对于我们来说，劝业场早就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商场，而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。我们以为劝业场会一直绚烂下去，可到头来也躲不过关门的这一天。劝业场关门之前，我去过一次。青花井的哈哈镜还在，整个商厦显得空荡荡的。命运的齿轮不会因为遗憾而逆转，几乎是一夜之间，百年劝业场成为历史，有关它的故事被凝结在这座雄伟的欧式建筑上，一切都成为了过去，没有百年之约，只有怅然。